买衣服，我觉得这边的 Outlet 超好逛。我刚刚在 Tommy 买超多衣服，里面很多东西都已经原本有打六折或四折，然后最后总结的时候再打八折，超便宜。超便宜，这包包才2000，是鼠标呢，还会打折再打折，就要看最右边的这个数字，它是这个328，然后打折之后再打折。但是你搭飞机什么超方便，超方便啊！嗯、折完蛮便宜的，现在328，现在7折嘛。我觉得这个 Outlet 算好逛，因为蛮齐全，然后都很新，嗯，同一款，然后就有五种颜色，哦，尺寸都很齐全，所以我觉得棒。大家可以来逛这家 Outlet 哦。4个小时的车程，我妈买饼干跟酸酸糖在那个路上吃。完整的呈现，超级无敌可爱。你们看这个骷髅头，有没有那种可可夜总会的感觉？很可爱，而且每个款式都长得很不一样。刚刚我们挑超久，然后小心拿，
超可爱的，它这个每一个都是手绘，然后都有不同的地方。然后这家店还有一些墨西哥的小零食啊，然后各式各样的东西。然后因为万圣节快到了，所以还有那个南瓜版的墨西哥风味的东西，也是最特别的东西。这个蒸汽的小豆豆，这个小豆豆会动，它里面是有生命的，好像那虫子就是会爬在那小豆豆里面，住在里面，以这个为生吧，所以那豆豆都会动。然后走到这个店的后面呢，刚还有一个像是也是个小摊贩的地方吧，很像个市集。从这里走进去，但是里面也是很多很多那种店，超级无敌可爱。刚刚还有人在唱歌什么的，超棒的。各样的奇异服装，蜘蛛人啊，然后超人啊之类的很多，然后就是在路上就会一直想要抓着你来拍照，但是也还好啦，不会说不好拒绝就可以不是他们然后继续走。可是好多个哦，好多个，还有米奇，我看到米奇了，完蛋，他过来了 No thank you， 就是像这样的感觉。好啦，我们现在要走了。然后前几天我没有录影，是因为迪士尼，然后那时候我本来就是带一个就是自拍棒这样进去想说要录影，可是那个自拍棒是可以就是可以伸缩的，然后有超过就是规定，就是安检的时候就被丢掉，所以那时候心情不好，那就没有拍到了。好啦，但是我们后天还会去环球再录给你们看吧，再给你们分享喽。Watch the time float on. Cool air blows a memento. As I fall.闭门时间也很早，就是他早上10点才营业，然后晚上6点就闭门了。遇到万圣节，然后他晚上有万圣节的活动，所以比较早闭门，可是就时间变得很少。在一个箱子里面，然后这样子转来转去，然后会在城堡里面这样移动。
帮我照一下，因为声音有点痒痒。然后看到这个一切，太感动了，太赞了。现在要去玩其他设施，因为越晚人会越多，所以我们就是先玩完，然后回来再拍照。现在在买奶油啤酒。Staring out the window, reaching for a north star, waiting just to wake up from this nightmare where you could be right. 我们现在来看那个 Hollywood Tour。 好莱坞他们就是片场拍片。 Maybe like a fire hose, that'd be terrible. 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片场拍片。 Now, here's the thing. If you want a Jurassic Park movie to be in the San Francisco Now, man, listen to me. Close your eyes, okay? Okay. Stay close.